阿姨，能不能管管你家宝宝？他太调皮了，公共场所请注意一下。怎么管啊？我家宝宝还小，再说了，那哪叫调皮，那叫活泼可爱。去吧，宝宝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小朋友球踢得真棒，我想知道你到底能踢多高。我们这边空太小，你往那边踢。我踢得可高了。这谁家的小孩？修什么修？大不了把单给你买了。服务员，女士你好，这桌是2斤的龙虾4只，澳洲鲍鱼8只，还有帝王蟹等，总共消费了18000元。您是刷卡还是现金？阿姨，您宝宝一脚踢了10000多，真活泼可爱呀！让你不听话，让你再调皮，看我今天会好好。